今天来点碳水，一份拌面，加点萝卜干。这个萝卜干就是不配东西也好吃。我弟弟整天拿它叫小零食。放的魔鬼辣辣椒有点辣，一直卖的这个何瑞芳的螺蛳粉，现在的话就是口味自己选啊，有活动九包再送一个勺子。我最喜欢吃这一款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加点萝卜干。他家这个粉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。